我吃不下了。哎，老师要出发了吗？没有没有，阿洛娜才没有在睡觉呢。今天的旅程就让阿洛娜为老师导航吧。老师，马上要经过学校路段了，为了学生的安全，您可要负起大人的责任，注意减速慢行呀。李老师，你一超速，阿洛娜的侧面牛奶都洒出来了。跑步开始，阿洛娜也会和老师一起活动身体的。终于到了，老师一路辛苦了，要和我一起去吃点蜂蜜蛋糕吗？